报告队长，我们又抓到了一批劳工。去把他们带进来。是。快点快点，把他们带进来。进来的再站一排。大哥。雨辰。你大哥。对，吴二姨家的大儿子。那不就是邓子华的哥哥吗？他怎么连自己的哥哥都抓呀？等等，雨辰，快点。小田队长，那个人是我哥哥，请您放过他吧。哪个是你哥哥？我舅二姨家。小田队长，我们家臭不了兄弟，如果把我哥哥给抓了，我的父母就没人抓我了，请您放过他吧。邓警官，你答应过我要帮我搞很多的劳工，现在这么几个人远远达不到，你哥哥不能放。我知道我没达到你的要求，我向你道歉，但是如果抓了我哥，我们家里就没办法过日子，请您高抬贵手。邓警官，你的哥哥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